演唱会要19天，然后，就觉得这段时间虽然非常的忙碌，然后有时候也是遇到很多大小的事情，但是，就好像昨天还也在熬夜，半夜2点都还在做音乐，就是为了这一次。可是就觉得我们还年轻，然后，有这样子的机会，我们抓住理想，我们就是，真的是，不怕累，我们就是放手一搏。觉得这条路上的，看到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认真，然后有很多的激情，那我觉得说一定要更加我努真力，的然必后。须要说，我非常的感谢 Harmony，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能够在这边做到我继续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。坐在观众席上的各位，你们知道在 Harmony 这一段时间辛苦的付出，才有今天晚上的呈人跟你现。讲这些事情不是一般的人承受的，他的所能开始做这件事，从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会做，慢慢的开始学习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，在这里我也不方便讲出来。不过我只能跟你讲，这些事情不是一般的人承受的。哦，办这个演唱会吼，真正有够辛苦的啦，我希望吼大家爱甲咱欣赏一下嘞。下一首歌是。带带佩佩妮妮的的光光着着我我的的脚牙牙齿。齿。好，我们忙了一整天，现在要来录音室录戴佩妮演唱会的一些歌，我们自己写的哦，很赞。我们每一首歌搞不好就是，搞不好只有一遍嘛，对，不用做然后太就多。而且就是副歌那里，就是不用很多的。OK，好。好，我们再 OK 多试几次吧。Hello，今天是1月30号，我跟 Pamela 还有 Yenny 还有 Aaron 现在 City 做 promotion。戴佩妮生日快乐！今年4月份，戴佩妮她的票抢得很刷中。好，没有人要买票。特别的，你们在布里斯班干嘛？吃东西啊，好热哎！今天没有吃的，有吃啊。多吃点啊！但不知道咱们下一站会在什么时候。78天，今天我们多了3个 sponsor，谢谢你们。他什么都不要听，然后他在那边诅咒我。他说我诅咒你们演唱会失败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什么都不要听。他说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他说我不要理你们。他说你们，然后就在那边，然后我就哭了，我哭得很厉害，稀里哗啦的。对。但是我要可能就是，但是他们好的是因为。他们 photo，他们 photo。什么时候会有公车来呢？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这里就是传说中很多华人在的一个地方。陪你看，今天情人节，我们从早上5点到现在都没有停过。公车来了。Thank you.
在一万多级的硬汉，我来加这个加那个，而且我两天我肯定要结婚了。他们也说会尽全力帮你，因为明天还约了另外一个姐妹。白先生，这是他给谁给的退票吗？嗯，对吧？对，提到很高，东郭人家的。真的？对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很好，我突然觉得。我太执着。没关系啊，因为你如果你现在说你现在这个状态很高很低的话，那周围朋友都很开心，看他笑多开心，那我们要把你带上来，就带到我们一样开心的高度。李嫣加油。就你后悔吗？不会啊，我靠，你笑这么开心，靠，我天天付钱出去我开心，这都是有回报的。你后悔吗？这都是有回报的。他不会，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吧。要去 Go Coast。 好了，不要拍了啦， OK 了，我们现在回 Brisbane 了，要回去加班熬夜了。那你待会几点要起来？一分钟我就起来。对戴佩妮并不熟，他突然问我说你最喜欢他哪一首歌，我傻了，还好他拿了一个 CD 给我，我很认真的听。他今天生病，他在副歌甚至第二段冲不上去，可是我们今天还是选了他，因为他很努力，他唱歌很用心。结果不管是怎样，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跟我们一样，在这当中真的是很，就是很 enjoy 这样。他们真的很辛苦，然后所以我们愿意帮他这个忙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也是support他们，然后跟身边的朋友们大家讲，一起来听这个演唱会。现在几点？现在11:37。以下记录我们从2011年的12月22日到今天2012年的4月20日。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，让我们能走到今天。佩妮常说，音乐的路上有你真好。